新干商代大墓正西约500米处，紧邻赣江码头而建的萧公庙经历了很多风雨。这个在数百年间得到广泛奉祀的萧氏三世，其庙宇曾经遍布全国，被江河行船的渔民视为水神。而明清时期，各地官员也必在春秋两季前往萧公庙进行祭祀。作家李桂平在孩提时代就听说过萧公水神的传说，那时他放学回家也喜欢跟小伙伴在萧公庙村村口的这只大铁锚前玩耍。大铁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原本安放在萧公庙，后来庙被毁，铁锚就被村里人搬了回来。大人们还说，这座庙是历史上的第一座萧公庙。大铁锚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水神会诞生在新干？多年来，李桂平一直在用文字探寻着家乡的历史。清朝末年，新干赣江段水运繁忙，有个富商行船到这里时，突然风高浪猛，就在即将翻船的时候，一下子又风平浪静。富商神奇地化险为夷，他感觉是这里的萧公庙里的水神保佑了他，于是他出资打造了这个巨大的铁锚，立在萧公庙前。中国明清神怪小说盛行，关于水神的故事是否也是怪力乱神？为此，李桂平四处调研，寻找史料。水神的家乡新干大洋洲的萧公庙村，李桂平曾来过很多次，那里的村民知道很多关于水神的传说。在寻访中，李桂平发现了一本撰写于明朝天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2年的大洋洲萧侯庙志，它唯一的原版珍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里有很多关于水神生前的故事。萧家的先辈从河南来到江西吉安做官，选择到新干大洋洲定居，并死在那里。第一代水神萧伯轩在赣江上以打鱼放牌做航运为生，还乐于助人，加上他懂风水会算命，在渔民中威望很高。他的儿子萧祥书、孙子萧天任继承了他的能力和品行，于是祖孙三代在赣江上威望渐高，关于他们的神异传说也越来越多。新干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途中遇到惊天骇浪，突然水神显灵，平息了海浪，郑和的船队得以安全返航。回到朝廷，郑和向皇帝汇报了这件事，于是萧天任被明朝皇帝敕封为婴幼侯，朝廷下令在江河沿岸建造萧公庙，从此萧侯水神的名声传遍全国。作家李桂平每次回家乡都会去萧公庙看看，那里香火依然旺盛。经过长时间的调研，他终于写成了一本关于家乡的书《赣江边的中国》，里面就有他对水神家族调研的内容。李桂平认为，萧公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它来自于打鱼人家互帮互助的协作精神。这种精神让助人为善的萧家祖孙三代化作了江西以及江河沿岸百姓的保护神。说到底，这个萧公啊，萧公神呢、啊，他就是一个好人啊，在人民心中啊，好人也是神。新干航运在明清时期非常发达，
也造就了兴盛的河湖文化。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如今的新干航运虽然不再辉煌，但却并未改变河湖人家对与人为善、同舟共济精神的向往。上山不怕就山顶个高，上河不怕就河尾个腰。重新修缮的萧公庙如今成为了新干的历史坐标，印证着赣江流域河湖文化的变迁。新干人并不把庙中供奉的萧公视为神，而是当作与人为善的乡邻。而那些关于水神的传说已经演化成新干与人为善的城市精神，世代流传，并深深影响了他们为人处事的品格。